为从小的梦想就是能站在舞台上，然后成为一个全能艺人。选择女团这条路是有一次看到我们有一个电影叫《半熟少女》，然后当时就非常憧憬那个电影里面那些女生一起追梦的生活，然后希望自己也可以变成那个样子，然后就进入了。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舞台，然后想着梦想着自己总有一天可以站到那个台上，来这里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吧。保持初心吧，我觉得因为在这里要坚持下去的话一定要保持初心。在我想放弃的时候，我会问自己，如果你放弃了你会后悔吗？答案是我一定会后悔，所以说我就想要坚持下去。我觉得是一直以来我对梦想的渴望吧，就是不忘初心嘛。我平时就会看书然后提升一下自己，还有有时候会去练练舞啊，然后上公演这些。平时我有空的时候会看电影，然后我因为我是学音乐的，然后我会练唱歌，然后平时也会跟队友一起练舞，然后也会去运动什么。反正就希望自己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不断地创新自己，然后坚持初心吧。在追求梦想的这条道路上的话，一定要保持最初的这颗恒心，然后一直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。希望自己可以更加有自信，保持一颗战斗的心，勇往直前，一战到底。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，不忘初心。坚持与初心与你们同在，心无旁骛，只为创新。AMD 锐龙移动处理器。